对啊，上次主任有讲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年龄不是问题，真的是心态的问题啊。你认为你今天很开心，你就很开心的笑出来啊。你不要想说，哎，我现在笑的话会不会被人家笑啊？你就开开心心的就 OK 哈、啊。哎，所以只要开心快乐那就好了，哎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不要想太多啊，不要想到明天要吃什么。今天晚上都还没吃，又想到明天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啊、哦？哎，这个都是庸人自扰之哈、哦，哎，不要烦恼那么多。说真的啊、哦，我也不知道，搞不好想说，哎，今天晚上可能吃过，可能就是没空回家煮饭，可能会吃便当。哎，搞不好刚好有人送披萨来请我吃，也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，对不对啊？虽然是不太可能了，而且现在听说天上掉下来礼物都最好不要收，不要乱收，那都是诈骗集团。真的是诈骗。哦，真的是呢、欸，真的没有那么好。一起来感谢，各位师公接受。大家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到现在玩不玩？度过一个开心的下午，谢谢。这样玩会不会还感觉不够刺激？还不够刺激。下次我跟自己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许社工找遍所有的志工，哎，这个很不容易找到的呢。著名需要多多发现。对，刚才那个动物园也是这个志工，对不对？好，上剪头发也是这位志工，有没有发现？阿贵，哦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好，下次来跟你们玩更刺激一点，好不好？真的哦。好，谢谢阿贵，大家掌声鼓励。谢谢。谢谢